进入奥运而拼搏，为中式八球中国梦谱写一篇奋斗的诗篇。你若问我要坚持到什么时候，我的回答是，我会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国征途，世界球童，女士们、先生们，以及正在屏幕前的各位，这里是三炮大瓜子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八叶闹尔战8月11日晚间的比赛。接下来，让我们用欢呼声欢迎运动员。And now let's welcome the players。首先。有请来自中国的选手，绰号轰炸机的孔德金。现在让我们用欢呼声请出来自中国的选手小太乙张太乙。现在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团队。本场比赛裁判员耿思林，助理裁判宋明明、冯雅琪。女士们、先生们，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拭目以待。
孔德金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三胖蛋大瓜子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巴彦淖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是胜部的第三轮，输掉的球员不会被淘汰掉。画面左边孔德金，画面右边张太义。本场比赛限时170分钟，抢15局。比赛开始，第一局，孔德金客球。两中没炸进，这个白球位置在左门中袋附近啊，选球还是没问题的，比较好选。右边十，右上七四。双方单侧选道啊，白球走的稍稍多了一点点，看看反向的这个五，左下方够直的话可以点进，然后再打上方的四下来。下方点进，上方再来，再看四啊。这个位置看想法，正常的推高杆可以直接向下走，啊，不需要从左边绕。这个白球没有叫好，右下的底带被挡，目前能看到的就是一颗黄衣，看这个黄衣目前还没有什么好打。防守打包边，好，白球下来，这个位置的话，右边有一颗中带的15。10秒，延时。打了杆防守，但是白球中间又撞到了花色，15，没上去。那么下方现在呢，红三左下角下低杆横台给交位。
好，再来，再选一颗。打六的话要看角度啊，这个位置。直的话就低杆往回缩一点点。还是有，推过来之后呢，继续稍稍带点中低杆，左边下来二八同带，再准一杆。第一局，张太一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张太一开球。黄一，火线不够。两球中带没有，第三颗四号15没过，黄一没进。重新开，你开他开。谢谢。第二局，孔德金客球。右中，红三扎进，白球在右上这个位置，左边中带有一颗花色。打进。
右边又打进一颗，看白球弹起来，这个位置左下暂时不好打，看看中袋这边的传球。好，再来看这个位置，十四有，但这个球你十四叫左边的十三一定要低杆往回多走一些，要避开左边的单色。好，继续看角度啊，支持往左上是最好的，不然你就低杆往右上叫，用上方九再去调。中带的这颗石翻中要看黑八，对，翻中的话要看看黑八。底上来，留角度，有 K 有交位啊，交位就是可以去叫一个反角的翻中。或者用低杆下来直接打上方底带，再或者就是往下 K， 但这颗球 K 就非常看效果，要看你是在中带的位置还是下方底带的位置。不错啊，有的打，有的打，杆法低点，轻轻点往下走一点点，右上方就直接可以打底带了。这个位置要看准度，第二局孔德金开球进来。三局孔德金开球，继续右边中带六号进。先看一下选球，十秒。中袋打进下来，稍 K 了一下。现在这个白球位置还不太好打。
看看防守位。十秒，延时。左上，准。啊，这个杆球很难打。不过现在呢，右下要看看十四这边有没有挡。非常难打的一杆球。又翻了一杆，白球没有撞到，没有撞到下方，还有的拼。再看白球，黄一 K 到这杆有效果。白球顶到，那么右下再来，第三局孔德金胜，比分2-1。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正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感，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正红。15和6吗？
局张太医开球。中带炸进，白球在上方，右中有一颗花色，左下有一颗比较好打的七底带。这盘球里能看到有两个花色啊，右边边库下方和左边十四的一个，这两颗进攻会稍微难一些。那么选单侧的话，下方能看到四三两边都有二号左下右中。附近还有球可以去交位，但是八号的两底这边会有点麻烦。十秒。下方打进。再来，右中。同时看看白球啊，有没有机会可以轻轻的把黑棒往右边带一带？没有动啊，没有动。后面看交位。再来，好，角度，再看八号左下，左下。右中黄一炸进啊，这盘呢右上方有一颗红三，还比较好选。左下方有四，这盘单色难点有点多啊。左门中带下方的半铁库五号，右边上方的七。而花色这边呢又被挡带口。
寺庙、岩石、上方三打进下来，单色。转进下方再来看，又一个边库，还需要一杆准度。没有打进。再看上方啊，右上有十一，后面就要看看这个十四的处理。十四目前来看，左边中带左上啊是可以交位的。下方挤了一杆，白球也是控制了一下。十秒，白球沉底，白球沉底，上方来看啊，上方十三还有的打，这杆继续看看想法，是不是还要这样用下方这两颗花色，十二十四，再防一杆，还可以轻轻的打到上方十三左边稍厚一点点的位置。先瞄了一下六，
十秒。看这杆。一勾，不过这个位置呢，十一号没有完全勾到一个不够打的位置。左上方现在呢有一颗十四，这球还不够打到进球点的位置。再看上方十三，拼进，这球非常准。九再来，立点杆尾啊，中低杆弹下来。推了一杆，推了一杆之后呢，十四又中有。继续，稍下低杆，左边避开黑八。右下角，第五局张太一胜，比分3-2，谢谢。刚刚看是没有碰的，张太一开球。左边，中外扎进。看这个白球啊，左上红三，左边中带五号球，其右中是没挡的，那这盘局面是非常不错的。
再传一杆。这个位置再看啊，下方黄衣打薄点，打左边薄点，直接就可以在七八缝隙的位置上去。可以稍带一点点的左塞啊，不要太多。白球，那到这儿的话，这颗五是有的打的。上方再来，哎，稍稍带一点点中杆右塞。看白球，并没有较直啊。轻打的话，白球要往下会走一些。打薄了，啊，这球这个角度看得非常清楚，很明显，打薄了。蓝钻皮头职业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白球飞出台面啊，这颗球可能下回开球要换位置了，因为长时间在一个位置去开球啊，你这球杆出杆的方向是有点向下的，所以台泥上会出现一个坑。台泥上出现坑之后呢，这个白球很容易在大力情况下有一点点的飞出啊台面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在撞到第一颗目标球之前有一点点离开台面，然后这第一颗目标球在撞到之后呢，白球就会有一个斜向呢向上。擦球，换个球。
刚才镜头呢能看到这个白球上面有一个稍微有点黄的这样的一个印记啊，因为这个白球是呈白色的或者乳白色这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打出一些比如滑杆啊或者低杆，这个杆头快速的接触到球的白球的侧面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速度太快啊，温度太高，灼烧出来的一个黄色的印记。这出杆位置还有点麻烦，先看准度，缝隙之间没打到四，那么这杆球看看花色，先防一杆，这个位置来看看解球，下方解禁啊，也是摆了摆手，没想到会解这么好。解完之后还要再打，能看到左边上方的这颗，这颗也不好打。如果想借力的话，借到四的左边，但是左边还有花色，它会影响到你一个近带的线路。一推勾到做一杆防守啊，现在花色不好打，还是要防。一打一勾，左上有颗十，但这球呢打完之后还要去考虑解决左边中带两颗啊，十一十五，这里十三中带是一个很好的位置，留一点点向上可以去打十三中带的时候呢，白球顶一下十五，把十五顶开。好，先打进，看白球角度，左边有的打，一打一顶，然后十一这边还有，再来再打一颗。推防了一杆，
自由球。先选一颗。下方十四的话，就把九再打了，向上继续叫。下方不溜球。看一下白球位置，还可以继续再打一颗，这里边你把十一打了都可以。低杆回来，中带继续向上，用左上的十五叫黑八，右中右中，第七局孔德金胜，比分三比二。两边中带继续炸进，花色。一打一顶，一打一顶，下方十五有，有角度这个位置，下方弹库上去，左边再来十。
再看白球位置，推，尽量较近，较到贴库。再低杆下来，第八局张泰毅胜，比分5-3，开球清台。上方看底带，没有。选球还是好选，左边花色，下方单色，右上方黄衣。10秒。下方帮进，没有帮进啊，破坏掉。破坏掉的话，先看右边这颗。单色也不好打，好，先看四，右中有接力，先推了一杆，看花色想法，打15包边用低杆倒是可以去帮进啊，帮进。刨了一杆，没有停带口，上方漏15。
叫做中代友。下来再 K， 那现在下方是不好打的，上面是一，左上角一低杆准一杆，不拼轻推，十秒，也在看下方这颗啊，五号。十秒，延时。白球，白球在右上，这个位置的花色下方是很薄。十二号，轻推了一杆，轻推杆右中是漏的，左下应该也没挡住。一打一顶，一打一顶到这个位置，现在呢下方有一颗六啊，需要一杆准度。再看白球。好，这个位置是可 K 的，带到。带到之后呢，这个二左上左中都被挡了，后面看看交位，角度有点直，
库过来，可以。再看这位置，调一个杆左上。第九局，孔德金胜，比分4-5。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大师经典，风华失利。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掌球技。夺荣耀，用天耀球杆化一切为可能。穿越了，可有趁手的兵器借老夫一用？此杆甚好。哎呀，方天画戟，掌玉在手，好球就有。果然是好根，能打好球啊。超级蓝钻皮头职业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罂粟胶鞭具有国内胶鞭很难做到的特点，罂粟胶鞭的硬度达到了45度，使反射角高度接近入射角，罂粟整条胶鞭误差小于20丝，因而各部位酷性一致。欢迎各品牌厂家使用罂粟胶鞭来提升台球桌的专业性能。好胶鞭罂粟藻，好胶鞭罂粟藻。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
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点，因为他那块估计是太久了，有个坑了。嗯，现在是已经往上了，没有，现在是常规点。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张太一开球。常规的点还是往上？嗯？现在是常规的点吗？常规的点，现在是。下边开始。对。犯规，白球开球吊带犯规，先后自由球，花色打进，再来看一下右边啊，这个位置还不算好啊，上方有点后斯诺，不好出杆。这个要看看想法，要打的话要高架。
一推一顶，上方再来。这颗右上呢，杆法稍低点儿。上方打进，好，再看这个位置，中带的九还不直，啊，尽量的偷一后点进，好，低杆下来，再看这个位置。还是要用低杆来控制，左中。第十局，孔德金胜，分我第五。谢谢。他这个点，你看一眼，他这个点不是在这儿吗？我估计这是有坑了，稍微往上挪一点点，可以吧？第十一局，孔德金开球。没炸进，要看过线，开球时机。你看，重新开球。对，这个点他们说不调，但是就是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缝，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
吃一局张太一颗球。左中有球扎进。先看一下选球，游中的五号有点薄啊，这个位置。十秒，延时。换了，花色。再来十二号，这里边下方的右边。十三、十四是没问题的，左边十也可以，十一。过来先带了一个二，有这球，两颗都有洞，但是呢，这个位置下方不好打了。翻中。翻进啊，解决难题。再来十四下来时向上，十三再调右下角。转过来变左中，角度合适往上一推，第十一局张太一胜，比分六比五。左中右上炸进，这个位置要先看看右边中带的一和三。黄一打进，
来球上来到这儿的话还不太好打，红三右中有点薄。这边看个想法，薄红三需要从上方吃两步再下来，要不拿白球去顶一下。看这杆薄一杆借道但是没进，右下也是没打进，挡了带口。那这个位置中带应该是漏了，红三有打，下方五可以接力。看这个点，下方接力，又一顶，哟，这球不算好啊，打了二的左下，那这颗球六角度还有点大，只能是尽量的轻轻打，弹起之后呢，调个左中。先上来，先上来，这个上方四，左下方还不太好打，而且这边不太开放，可以从右上方左两脚，奔着左下去叫，叫打右下，看白球位置，右下。中带，第十二组张太医胜，比分7-5，谢谢。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孔德金可求，
右中、左上，单侧、花侧都有扎进。这个位置来看看选颜色啊，单色双方一个二边库，花色左上方十三，右边下方十五，两个边库。十秒，五、四、角度还稍微有点大，下方这颗。轻推推进，好，再来，把石打了。角度，还可以。打进中袋，左上一个袋口，下方黑八。白球没问题，第十三局孔德金胜，比分6-7，白球胜台。继续中袋扎进，上方袋口有一颗六，下方过来一颗四，单侧目前是两个袋口。
选球，前面就争取去解决下方的一个五四问题啊，用五去传一杆，或者拿四这边 K 一杆。白球有这球看不着七啊，看不到七。一打一 K， 一打一 K 看效果还可以，但是七要看看左下这边十，右上呢花色挡了六，拿七传，好球，很准。这时候看看八号的袋口，左下有正常拿二这边啊，中杆下来，底带第十四局张开一胜，得分8-6，开局胜牌。15局，孔德金开球。没扎进，稍等一下，七号要吃库，右边碰到，
重台薄了一杆，这个位置上方十四是后斯诺的一个点，右下方十一，看这个球呢，你往下放十一就一定要挡袋口十秒，不然上方中间有一颗四在两个花色之间，对，要挡在右下的袋口，要挡住。现在呢是同样的不好攻，不好攻，这里边拿六吃库往上一勾十一，但是左边这里就要小心了啊，十五跟十，十秒，延时。白球缝隙里，还不错。啊，再看花色，放到右边上方一点点边库呢，上方四是肯定漏的，包括二号球。看想法，要不要赌对方一杆？因为这球就算漏了的话，这个单色也是挺难打的，尤其右下一个六，左上一个七，对，就放这个位置，下方六，左上七，这两个难点也很麻烦。哎，左上七需要去校位，准进或者 K 出来。下方六呢是肯定要 K 的，好，三再放一杆，还是原来的位置，不过这杆明显打薄了，把十号勾了过来，好，再看这杆，要不要去打上方的边库的十二号，把这个左上的四给它勾走，十二一弹，让白球轻轻弹起，用九这边去挡二号跟红三，换球了，十五破坏掉红三，打进一 K， 不行，还要防，不能打。再下来，那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比较安全啊，都比较安全，
两两相贴，两组。右上四号、十二号，下方六跟十一。所以就布局啊，看谁能够放一些好的位置，然后等机会啊，一颗一颗把它解出来。先推一杆七，好，看看花色。十秒，右线还是难点。红三翻过来，好，放到下方啊，找机会。这个位置就后面就可以去借十一号了。又推了一杆，再看啊，上方接力，十秒，打得太准了，这个球需要再厚一点，但再厚一点下方就有点危险。十秒，十一，帮进，帮进来看这个点，中带四有的打，十秒，打进，上方又 K 到七，二号有，黄一这边还有点麻烦，
10秒。角度稍轻啊，这个位置横向不好横，可以从黄衣上方过去，从里边走。还是直接从下方走，角度大。再推，看准度，顶到花色，白球，跳球，啊，这个位置还不太好跳，后面有一颗球。犯规。自由球。摆了一颗石。直接低杆上来，上方射一打进下来，看一下中间这几颗可以打过度，比如在十四、十二这个位置啊，它中带不好打，可以打左下一样。稍 K 了一下，那这样的话两边再来打九。再选一颗，准进没问题，好，够直，点进，下方底带。斐利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斐利，释放你的威力。
16局，张太一开球。中袋没扎进啊，上方右上花色，下边中袋有单色。上方十，下方中袋两边一四。单色下方再看看五六这边，五是没问题的啊，看个六。这颗六就算是不够打。拿五从右向左侧轻轻一刮 ，K 开之后呢，同时用二号的左边去衔接一下就可以了。嗯，这个画面看得很清楚啊，本身就是够打的。延时。同时呢，你在打完六之后呢，你把十一一顶走，黑八后面右下角也可以打了。还是单色啊，上手来看，再来。红三打进，下方叫七。又调了一杆。这位置有一点点的后斯诺啊，红三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看这杆啊，关键啊，中杆发力，左边蹭一点，直接勾打，那就来。比赛时间已过半。再看这杆白球，你不往下 K 十一，你就用低杆往左上走一点点，八号换个袋口。多一点点，第十六局孔德金胜一分，7-9。谢谢。
17局，孔德金客球。两边中袋啊，各一颗单色，这盘呢白球被撞到了右下。10秒，延时。打了一杆接力。这杆接完之后，白球现在这个位置还不好打。下方有一颗厚斯诺的14，很薄啊，左下。10秒。再来看一下单色，这边首先是6传7，白球尽量的在左边往左上方看能不能兜一下红3，这里啊角度如果有点大的话可以带一点点左塞，让这个白球吃库之后呢往左边角度变小点做一些修正，还是要先打7。犯规，吊带犯规，自由球。那吊带犯规这里来看一下，12号打进之后呢，看想法，留14就是最后叫黑八的一颗，不留的话就上方下来。11打进，左边上方呢留角度下来，好，再推同带，这个位置呢中高杆的左塞可以稍微强一点。
17局，孔德金胜，比分8-9。谢谢。18局，张太乙开球。有球炸进。下面又 K 到了7。再来看一下孔德金。10秒。5、4、3。打进单色过来。白球不算好，这个位置角度大，有点贴库。打后没有打进。10秒。刨了一杆，看右下角没挡袋口，六还有的打。这盘球呢，上方需要一杆4号准度的突破，然后呢要看7，翻中是没有的，那么看7号这边交位。打进，好，有角度啊，红三不直，不直的话，这个球还支持 K 球。K
看看想法，这球本身的近带就会有点难度了，一点点的向画面右边，就是向下的角度，需要比较大力量的中高杆去蹬出角度来才可以，而且可以的话带一点点右侧的旋转，那这个球打起来就比较难了，所以要看一下准度。十秒。上方再来，没有动，下方六，十秒。还是打了上方一颗，但是这个白球位置现在麻烦了。看白球，首先右边石感觉不太够这个进球点，往上方两颗也不好打，十秒，防一杆，能看到六，而且这个球左下应该还有的薄啊，白球离石的缝隙还是比较大的。上面再来七，看白球位置，十秒，直接高杆，左中，再准一杆，第十八局，孔德金胜，比分9-9。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夺荣耀，用天药球杆化一切为可能。注重打杆，选奥斯本兹。趁手的兵器借老夫一用。此杆甚好。方天画戟，掌玉在手，好球就有。果然是好根，能打好球啊。冠军五百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正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杆，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正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杆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孔德金开球。10秒。没有扎进，这是你第2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
也是累计了2次的开球时机。请稍等。继续击打。红三右中，白球左边下来呢，这个黄一可以同样的打右中，然后缝隙之间呢再看看这个五。十秒，延时。有点轻，这个看想法啊，推六中带，白球往上去，二号可以同样可以打右中，然后留角度下来。还是上方稍绕了一下，看白球带角。那这个位置下方七准一杆，然后在五这里就要看看想法了，往回低一点点，五号的左下就是有的，但你同时要看看这个八号球后面的处理，如果这个黑八的右下角被十四挡了，你没有正常的去往右边调黑八的左下或者右中的球，就还要做一些考虑。下方有左下，黄一顶到之后来看看八号，第十九局，张太一胜，比分10-9。谢谢。You're telling me you're leaving now tonight.
第20局，张太乙开球。上方的白球，右上方五，左上七被挡，后面拿黄衣可以调一杆。往左上推一点点，挑一杆右上的七。好，再来看红三还有的打，但这颗球并不是一个自然向下的角度。再弹过来，两边底带。再推，角度有，稍点低杆边后弹起右下，第20局，张太乙胜，比分11-9，开球先开，谢谢。第21局，孔德金开球。
这杆有球扎进，白球又上。这个点在左边下方有一颗花色的中带。十秒。白球，稍稍有点远，左下还有一颗九。稍借了一杆，十秒，角度左上方再准一杆，后面再看看下方的十跟十一。第二十一局，孔德金胜，比分10-11，开球进台，谢谢。大师经典，风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掌球技。
开球时机，这是你第二次开球时机，再熬一次，反复一局。没进球，第三颗是七号。请稍等。继续击打。好，打七，下方 K 球。刮到三号，这个位置还需要准度。后面首先看看右上的四什么角度，是不是还可以再把右边的六这边再处理一杆。低回来，低回来，下方三号，继续啊，稍微点冲低杆再上去，看这位置，一推，二号，再把六准进。继续啊，这个位置中高杆弹起，杆板不要太低，低了的话有花色会挡住。等过来，再准一杆。第二十一局，孔德金胜，比分11-11。23局，孔德金客球。直接大力炸，有球进袋。右上有一颗黄一。左边中带有一颗红三，右边花色这里还有颗九。选球是好选的，
花色九的话，争取上去就把这个缝隙之间右上的十三打掉，然后下方把十二打完之后，十一够打十秒，延时。一直在看单色，三号角度量量二六左中，稍多稍多来看看这个推六啊，能不能轻轻再带一下二号，让白球走得慢一点。前方七，稍 K 了一下，这球还不是一个跟二号直接可以向右的角度，这五号还是有难度的。右中呢是个小角度，这种球就是尽量的能够叫近点，叫直点，然后第一杆点进。再看黑八这边，不好直接薄就翻。十四这边应该也没有挡翻中带的一个线路。十秒。好，来看看白球。五。要 K。啊，这球，上方两边啊，先选个带口，打右上白球往左边走，可以把白球跟黑八较近点。稍稍的带一点点中杆啊，轻打。看这杆翻还是薄。一直在看翻中带。第二十三局，孔德金胜，比分12-11，开胜球赛，谢谢。第二十四局，张太一开球。
有球炸进，白球在右上。花色上方打进十，下方打进，好，再来，左边九能看得到啊，这个位置看想法，一推一勾四，不要再破坏掉十一，就两边底带，十五十四，没打进，单色七将够啊，这位置十四没倒，十秒延时，看白球，好，推下轻轻一 K， 四低杆右上方 K 六，这个位置红三也有了。现在呢，上方二六现在角度和位置不是最好的。十秒，再调一杆，继续啊，把上方两底打进。这杆里边后面还有一颗比较麻烦的下方，对，这个位置要调到缝隙里才可以。继续，二号球冲低杆下来，来看黄一这边，下方不吃库，直接往缝隙里叫的话，这个黄一叫的稍稍正一点，角度不要叫太大。看这杆交位，
有中有，非常不错啊。李干伟继续，杆法低点，横抬弹起。再准一杆，第24局孔德金胜，比分13-11。谢谢。雷尔披，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第25局，孔德金客球。10秒。继续大力炸。这杆没有炸进，砍白球，打包边，坐到黑八的里边，先防一杆啊，不好打。推了一杆，单色，看这点位，右下稍麻烦一点点啊，我叫一个稍微好点的位置。看这杆啊。打五可以立杆尾，把11往左边轻轻 K 一点点，不要太多，因为这个位置如果往左 K 太多，后面慌一，再叫左边的话就会不好打了。这样的话，你 K 到这边挡带口，你就只能打右边。他就拿7再调一杆6，拿6再叫一杆1。
有角度，杆法低一点，直接左上轿。好，再推有角度向左，那推两库啊，把这个球跟黑八叫的近点。十秒。
第二十六局孔德金手得分14-12，谢谢。第27局，孔德金开球。有球炸进。选球，10秒，延时。右中这里有一颗3号。好，看白球，下来的还比较小，这个位置打溜还是有难度的。接下来6号，下方再来看白球，4没交到，那左边这边打五中带需要再调一杆。10秒，5、4，可以了一下，还有的打。杆法稍低点儿。角度向下，这个位置还需要稍稍带一点点中低杆。
需要一杆准度。这场比赛是胜部的第三轮，输掉的球员呢不会被淘汰掉，可以继续的败部突围。打进。本场比赛结束，孔德京胜15-12，还有前场。好，那么恭喜孔德京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张太医需要败部突围。今天 TV 台的比赛直播就到这里，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